重金买的千手螺，猜猜多少钱一个？有，反正超出我的想象。然后我是看到人家拍的那个什么千手螺啊，但我想象和我不太一样呀，就颜色不太一样。我看人家是白色的。哎呀，尝尝吧。哎，倒是怪好抠，这个花纹还是挺好看，就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其实我跟你们说，海鲜的东西越大越不咋地。给压个双击啊。然后这个是我煮熟的，掐重点。你这真牙也不行呀，我看我这假牙能不能咬动。你想听你就直说啊。你不知道我表演的吗？我试试来。嗯，你别把你假牙放下。